看一下我们此行的最后一辆双拓展房车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辆双拓展房车，售价是什么来着？售价53.8万，直接先看价格，53.8。感觉这种拓展的都差不多，感觉布局有没有？已经对吧？在这个车展上也看了好几辆双拓展了。这种拓展的不知道布局怎么都感觉有点死板，感觉每个布局都是一样哈，而且它操作台也不大。对，我觉得拓展的不应该操作台更大吗？哈，是更小哈。是，他们可能还有加上外部的一个拓展空间吧。知道为啥不？因为它这种拓展车啊，你看它要考虑到把这种拓展舱再收回来，收来收去的，所以不好弄啊。对，这个所以呢，看双拓展房车啊，你得看它，对吧？拓展收回来一个空间。对，收回来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很挤的。对。收回来说要收到这里哈、哦。是的。哦，所以它这些东西也没办法设计。对。哦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大框框哦？对。它把这个冰箱也拓出去了。所以会，他把这个大冰箱也拓出去了，所以这个会更大过道，有没有？对。那我觉得拓的话就拓这样子会好一点。就要拓的话就整体拓。对，这样子的话整体的空间都大了哈。但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嘛，如果说你在收回来的话，我觉得收回来的话应该是收到那个过道那里去。收到这里。对，收到下面那个过道里面去。对。所以说呢，可以想象一下收回来的空间。这个拓展啊，它拓的还是比较长的，我觉得你拓长的话会不会，对吧？会不会不大好呢？拓一整体就是说把这个冰箱也拓出去，没那么好、对，拓的太长的话对它的压力是不是就会增强一些呢？不知道。但是的话，如果单从空间来说的话肯定是好的。对，看空间来讲的话肯定是全部拓出去比较好的，头顶上一个顶置空调，然后这个操作台，感觉操作台的空间啊，真的是这个操作台空间呢，个人觉得是有点小。前面是一个双座的，都是一样的，上面有一个额头床，每家的布局都差不多，真的都差不多。是双拓展的布局啊，都是差不多的，都是这种中规中矩的一个布局啊。曼玉刚刚跟我提出一个设想。他说啊，他想，对吧？要用这种双拓展的话，还是要自己定制一下。就比如说这个双层卡座的话，他想弄成一个 L 型沙发，这样的话就是空间还可以再多出个30-40公分来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放冰箱那个地方啊，就再重新想一下，对吧？因为他有个又多出个30-40公分的话，可以做一些什么吧台啊类似的东西的。可以发挥想象空间，或者是放一些其他的东西。这个空间呢，想象的地方就比较大了。那你冰箱放哪里啊？这下面不可以放吗？我天，你要冰箱放这里的话，那这个下面的储物空间是不是就少了呢？储物空间吧台里面也可以有柜子啊。哎，我觉得在那个 L 型沙发吧台下面也可以放。对，我觉得把这个 L 型沙发弄好以后啊，这边布局就可以弄一些柜子之类的东西哈。对呀、冰箱可以放在下面，对吧？对。哎，其实呢，也我们昨天看到不是有人家厂家可以定制的吗？对、我觉得可以把人家想法告诉人家。对，看能不能先画出来看看嘛。反正我觉得就这种传统的布局不太适合我们。对。因为我们长期住在车里，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样的。你看像这个操作台，肯定不是吧？放个电饭锅都放不了。是。对不对？我们那么多东西。是。不适合。所以说啊，我们想要车的话，估计还得自己定制啊。这种做好的这种样车啊，不适合我们，有没有？对呀、看有没有哪个厂家能定制的哈、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厂家，说你们家可以定制吗？定制的话，我们可以聊一聊啊，对不对？看了几天车展也好累哦。对啊，因为这种车展没东西可以看，看的都是一个样。是啊。所以。而且呢，每家的水电标配啊，现在都升级了，大水大电了，有没有？对呀、水电那些都可以弄了。但问题是 L 型的是不拓展的，要不你这个拓展 L 型的那怎么做呢？你这样坐椅就啪的一般，你这里还有椅子，对不对？那就是
不拓展的情况下给你弄个 L 型的，从这样这样这样。拓展弄 L 型不好的。拓展弄 L 型的话就不要那边，可不可以？这边可以的。你说就不要，你说这样的是吧？那你这个只能是四个座位啊，因为侧座是不算座位的。对呀、啊，四座啊，这样这是六座是吧？嗯。现在觉得啊，就是拓展方车啊，外形也都差不多了，外面的一些配置啊，什么车窗罩台啦、外置淋浴啊、储物舱啊，其实都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嗯，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吸引的地方了。没有拓展的价格也差不多，没有拓展的也是卖53.9，和刚刚那个拓展的也是差不多的价格。嗯，配置呢其实也没有高太多吧。这辆车外形设计的，把那个洗衣机啊放在了外面。这也是一个双拓，这也是个双拓展房车。mini 洗衣机，这还是2.5公斤的吧？2.5公斤，开不了。开不了。嗯，还是2.5公斤的洗衣机，太小了。现在我觉得2.5公斤的洗衣机太小了。上去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每个拓展呢，我们都去看一下。你看每一个看的，我感觉都是一模一样的布局，有没有？一模一样，跟刚刚那个一样的呢。这卡座沙发，后面是冰箱，后面是床，床旁边就是卫生间。哇！再加上一个操作台，这辆59.8万。你看这操作台更小，发现没有？啊，59.8万，卖的也不便宜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卖的也不便宜。洗手间的话还有个盘。洗手间的话，都差不多吧。我觉得现在看完都差不多了。真的都差不多。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东西的。就是你不定制的话，真的是感觉没有适合我们的。嗯。你看这操作台这么一点，怎么可能适合我们哦？是啊，太小了。这不昨天晚上看到那个赛车吗？敢开吗？不敢开。开的赛车的一样。就赛车。我们逛完回来了，这边车都走了一大半啊、哦。哎呀，衣服也快干了吧？衣服都掉地下去了。衣服快干了，我赶紧放白白哦、哎。阿白在车里吹空调，舒服啊。放狗。阿白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冰凉哦。舒服吧？真凉啊！车里可以开空调。哎哎哎，快，走走！还要叼碗呢、啊？快，叼球，不要叼碗。哎呦，你又把我娃娃拿了，你过来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！我让你拿娃娃了吗？啊？嗯，你在车里多舒服啊！你在车里多舒服啊！我们去那里热死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